学中宣布当上爸爸的艺人林志颖出席手表代言，笑容满面的他游子万事足，不难看出为人父的喜悦。最近我发现他，我觉得他成长得很快，然后很可爱的是他现在你跟他讲话他也会跟你对话，然后会虽然我听不懂他咿呀或者笑，他很爱笑，我想应该是遗传我吧。小旋风是出了名的爱车一族，对小小智他当然也抱有期许。基本上他房间我贴了很多他赛车的贴纸，我很害怕他说看了长大以后说爸比我不要再看到车子了。而日前和爱妻一同出席友人的婚礼，林志颖也透露婚礼正在筹备当中，承诺这次绝对不会再隐瞒大家了。搜狐娱乐播报台北报道。